Hello， 各位同学，欢迎回到本课程。在上个单元，我们了解到第九个 App 的程式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在这次 App 所新增的东西。那这次 App 所新增的东西最主要的有一个叫做微型资料库 Tiny Database 或 Tiny Database。 那点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它里头紫色的就是可以把它呼叫它，然后做动作，这个就是所谓的函数。那只是这些函数它都是系统帮我们写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次自己所学到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函数，那我们里头可以放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动作。那以微型资料库里头，我们可以从里头的文字了解到说，哦，第一个所做的动作就是把我们整个资料库里头所有的资料都删掉，不管你里头有多少个箱子，那这个箱子里头有多少资料，它都会全部把它给删掉。那再来这个第二个部分，它也是清理资料，那它清理资料只是针对我们所锁定的东西把它清掉，也就是我们清理掉我们储藏室里面的某个箱子，像是说，欸，我有 A 箱子、B 箱子、C 箱子，我这一次想要把 A 箱子里头所有东西都删掉，包含 A 箱子，那我们就这边就放标签是 A 箱子。那在我们的第九个 App 例题，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它只有一个箱子叫 Event Book， 那假如同学想要把这个 Event Book 删掉的话，就是把这个 Event Book 的标签放在这边就可以了。那再来第三个，它是取得我们的箱子，那这时候你只要用这个话，它就会跟你说，欸，在现在这个资料库里头有多少个箱子，在这个储藏室里头有多少个箱子。那再来这边是我们针对特定的箱子去读取它里头所有的资料，那没有的话就会回传我们所定义的，像是我在这个 App 里面，我们在 App 刚开启的时候，刚做初始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取 Event Book 这个箱子里头的清单做资料。那万一这个资料是空的话，也就是没有这个箱子的时候，那它就会回传一个空清单给我们，空清单给我们。那再来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微型资料里面的哪一个标签去存什么样的值，也就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储藏室里头的哪一个箱子里面去存放东西。那后头的浅绿色就表示我们要取得微型资料库里已经被设定好的资料，那深绿色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微型资料库做重新的命名。好，这个是第一个在这个 App 里面最重要的微型资料库。那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是清单显示器。好，那清单显示器里头它有一些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像是说，欸，当我的选择完成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清单显示器里头显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选里面的内容，那同学也可以未来想要做不一样的应用的时候，也可以说，欸，当我选了这个内容的时候，它会做什么样的对应动作。好，这是清单显示器它所做的内容。那其余的部分它就是我们以前所常看到的，浅绿色是取得这个元件已经设定好的，深绿色是我们再重新再做帮它做设定，像是这边有背景颜色，或者是显示器里头的元素，或显示器里头它有哪些字串元素，高度啊、百分比，或者是它选中的一些文字，或者是 index 等等的部分，那这些它都是在列表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部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那想要再更了解的，或者是有稍微遗忘的，可以再往前看我们前面的单元，或者是
直接拿参考书来看里头的内容。好，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新介绍的元件以外呢，那我们的萤幕一开始这边我们也有一些的动作，那这里面动作我们之前比较没有介绍到，那这一次我们有用到的是萤幕被初始化，也是当 Screen 1被启动的时候，当这个 App 被启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初始化。那其他的它也有相对的动作，像是说，我的 Screen 1被关闭萤幕，我想要让它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当我的 Screen 1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错误，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那这些部分在未来几个单元我们都会用到，那时候用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让它说一下，或者是我们的应用程式它可以是直着看也可以横着看，当我们的萤幕方向改变的时候会希望它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这些我们在未来会再看到这些的部分，会再看到这些的部分。好，那这个单元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程序，我们可以定义新的程序让它做我们想要让它做的动作，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程式或程序，做完的时候它把最后的结果回传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最后回传的结果来做其他的事情。那当我们有定义好自己的程式或函数的时候，这边它就会自己多出一个呼叫我们定义的函数的部分，就像我们的这个 app 一样，我们定义完 show 它就会有个呼叫 show 可以让我们来做使用。好，那到这边是我们在第九个 app 所看到的新的元件的介绍，那希望同学会喜欢这个单元。